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志强 Jack。 我知道呢，马来西亚有一个金环奖，还有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呢马上就要举办了。那么在这里呢，我要呼吁大家呢支持呢这个奖，因为所有的电影人呢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奖项呢来鼓励给我们打气啊。在这里我先预祝马来西亚金环奖还有马来西亚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举办成功。